ET 個股推介是騰訊700，經濟日報投資業話早揀選原因是港股市況疲弱，不少公司紛紛趁低回購股份，穩定股價和顯示對公司前景有信心。其中新經濟股可以留意騰訊。騰訊自2023年12月下旬起的日均回購金額大幅加碼，從先前的日均大約4億提升去到日均10億，並且一直延續至今。策略上建議等过290元的水平吸纳，目标价先睇近日的高位318元，跌穿280元就减持。